我是关玉峰，是我，局座，是，局座，军座来电。军座，我是。上面传来最新指令，让你停止追击。什么？停止追击？军座，共匪现在已经是大势已去，如果我军乘胜追击的话，定能。不要再说了，他们自寻死路。 不要以你自己的想法来违抗我们的方针，你这个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还想抗命吗？是，军座，属下执行命令。师座，军座什么意思？让我们不要追了，绕道去堵截共匪的退路。这赤匪能翻过雪山吗？我听当地的人说。 这夹金山连鸟都飞不过去，更别说是人了。那就看他们命大不大了。哎，咱们的部队离这里最近的是哪支部队？哦，应该是渔阳城，那里还有我们一个驻防团。渔阳城，我们的部队现在急需要休整。我带新遣队先去渔阳城，顺便把武器。 辎重运回去，你在这儿坚守一天，以防共产党有诈。是，师座。你辛苦了，大哥，怎么样？医院都看过了，没有人。后来呢？他让我先回来，自己找吧。那先等等他再说。嗯，大哥。 你说了吗？我打听出来了啊，药品就在余阳城的一个军事仓库，准备往前运呢。这消息靠得住吗？肯定可靠。我花钱了，我找的是国民党后勤，一个刚被开除的仓库保卫员，他亲口跟我说的，肯定准确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得尽快行动，不能让药品运走了。那咱们现在就去仓库打探打探。 我看了一圈，这个门是守卫最少的了。那我们怎么进去啊？哎呀，咱不是有军装吗？把军装换上，跟以前一样，从大门进去吧。可别啊！咱们是来探情况的，千万别留痕迹，能不走大门就不走大门。再想想别的招儿吧。 就这墙翻上都够呛，先把衣服换了。 人到了，告诉下面，把戏演好。是。
这一下出一窝人。别慌别慌，这不进来了吗？就是进得太顺了，我觉得身体还不好，你还巴不得出什么事儿啊？呸！把你乌鸦嘴闭上。你们想多了，别自己吓唬自己。对，别自己吓唬自己，先把正事办了，走。这么多武器，我没见过。别乱动。我们不找药吗？大哥，这哪有药啊？黄亮，上哪儿看看？快点，快点！哥，能睡觉吗？啊！你出去。啊，是是是。姑娘。哎。你快看看这些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？没错，就是这些。太好了，大哥，我们终于找到了。可这些数量也太多了，靠咱们搬可搬不走。咱们先回去跟大家商量商量再来。李处长，事情办妥了。是，他们已经找到三号仓库的货了。我们的人还放了消息给队内咱们的兄弟，只要他们一离开仓库，尾巴就会跟上。嗯，看来鱼已经上钩了。处长，属下还有一事不明。讲。现在白主任让我们复兴社全员出动，大费周章演了这么一出戏，白主任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？白主任这么做，自然有他的安排。可是。嗯。是，处长。据我所知，没有。据你所知，听我的命令，派你的侦察兵、巡逻兵，把城里城外好好清理清理。我不希望在我们休整的这段时间，听到任何共匪的活动。师座，不是说只待三天吗？恐怕还要长一点。这什么呀？不欢迎。想现在就轰我们走？啊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听我说一句明白话，我军四天四夜没睡觉，先是围堵共匪，接着连续几天的急行军，全师上下现在疲惫得很，需要休整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们在前线是真枪真刀的干，你们这些管后方的。如果不愿意，明白我说的意思。可这，秦师座，上峰给我下了命令，你我得到的命令是一样的。
跟你说，现在共匪正在爬雪山，我们即便赶到，也只能是在那儿等。我想，委员长下这样的命令，一定是让共匪给气糊涂了。换个说法吧，我们现在全师上下心里憋着一股火，想好好休息休息，泄一泄。如果有人不愿意，可以接管玉阳城，然后再好好休息。你看哪个办法好？师座，全军上下在这里休整，有什么需要，我们全力配合。你还算聪明。其实啊，也没什么，就照我刚才说的去做吧。是，师座。把门关上。是。宣传听令，中央军来我城休整，为保障安全，全城加强巡逻，排查可疑人员，各处要道要设点，城门加强守卫，不可懈怠。是。哎呀，你们这几个冒失鬼可回来了。怎么样，要找人吗？那批药品就在他们的军事仓库里放着，军事仓库的地形我们都已经摸熟了。你们行动之前能不能跟大家商量一下？昨天商量过，不是没同意吗？再说我们也没出事。萍姐，那些都是阿司匹林类的紧缺药，用作消炎是最好的。我觉得啊，今天晚上就可以行动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件事还要慎重考虑。哎，你还考虑什么呀？之前你们说报纸消息假了，这回我们实际考察了，还不能擅自行动，这什么擅自行动啊？左营长，那些都是救命的药品，在市面上买都买不到。这些药品是非常重要，可是我们现在身在敌区，我们还得执行跟大部队会合的命令，绝不能莽撞行事。既然药确实在那儿摆着，这样，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啊。老张，我没你们那些条条框框，这批药我拿定了，你们爱去不去。真是鸭子到嘴里还能拿出来。哎，聂九兄弟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我们一起商量商量啊。老张，我觉得这么一分析来，可能没准还是一个好机会。聂九他们能那么顺利的回来，可能那边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认为现在战事吃紧，这批药对我们意义非常重大。关键现在啊，邹同志还联系不上大部队，没有上级的命令，我们不能擅自行动啊。我能说几句吗？你说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待商榷，因为仅凭报纸上的信息，我们根本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敌人故意设下的圈套。哎呀，这报纸不会有问题，因为是陈静同志，他去买药的时候，店里的老板给他包钥匙的，难道说是一个巧合？我想，还是等我联系了上级以后再确定。看到邹锡仁对进入渔阳城搞药品持反对意见，而且要向上级组织汇报，陈静感到十分紧张。特务的直觉告诉他，此刻的邹锡仁一定对报纸上发布的药品假消息产生了怀疑。可怀疑终归是怀疑，他必须想个办法把这件事搪塞过去。此时最重要的就是把小分队引到渔阳城，一网打尽。这确实有待商榷，但万一这是真的，那国军势必要把这批药品送到前线去，那我们可就干瞪眼了啊！不行，还是太冒险，我不能拿这么多同志的生命开玩笑。左营长，
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聂九他们都敢于冒风险为了我们大部队搞到这批药品，我们作为红军战士为什么不能冒风险呢？如果搞到这批药品就能够拯救很多的同志，我老张也愿意冒这个风险。一平同志你怎么看？我一开始也觉得不妥，但是这批药确实对我们很珍贵，既然他们有十足的把握，那我们不妨试一下吧。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，那我们就试一试。这样不就行了吗？我跟你们这么说吧，药品都在他们的三号仓库，但是挺多的，靠我们搬是搬不走，得用车运。仓库后面呢有几辆空车，你开车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就行，到时候你先把一辆车开到三号仓库门口。车的动静那么大，肯定会被敌人发现。哎，咱们翻墙的时候是不是有到后门啊？有啊，有。那就没问题了。我记得后门正对一条小巷子，走那条道应该不会引起他们注意。我们人太多了，这次行动呢必须得分头行动，你带几个人一组，一平。聂九哥，我跟一平姐一组吧。也行，你们两个姑娘一起进城也不打眼，那剩下人跟我一组，咱们明天早点出发，到那边先摸情况。行，就按你的计划来。总营长，啊，总营长，现在还没有联系上大部队，我觉得像进城搞药这样的行动，我们必须要慎重。嗯，刚才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聂九他们毕竟进城摸过情况，一平同志又特别坚持这次行动，我一个人也不好反对啊。总营长，平时我找您谈事情、提意见，是因为我觉得您和薛团长一样。是红军队伍里耿直忠诚的共产党人，有时候我觉得您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意见。新人同志，谢谢你给我提的建议和对我的认可，这次行动啊我们一定会谨慎的。走吧。他们出发时间，好，等他们全都到了仓库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到时候李处长的车会在渔阳西路等你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出发吧，注意安全。你们也注意安全，走吧。进城干嘛的？啊，我们进城买点东西。走吧。这小城并没有国民党驻扎过的样子，老百姓还是该生活生活，该娶亲娶亲，多好。你看前面那架势，应该是过家底殷实的人家吧。哎，一萍姐，那边还有发喜糖的呢，我们也去沾沾喜气儿吧。你吃了喜糖才能早点当新娘啊。别去了吧。哎，
哎，没关系，依萍姐，这条路是去仓库最近的路，不会耽误我们大事儿的。吃喜糖啊！谢谢，啊，谢谢。什么人？别那么多废话，否则我立刻弄死你。怎么？没伤着他吧？没有，他甚至都没看清我们的脸。嗯，做得不错。车子就外边等着，15分钟以后出发。是。你们把衣服都换好，下去吧。是。白主任，刚刚收到消息，赤匪小队已经离开仓库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。很好，咱们下面行动都要盯紧了，万不可大意，让下面的人都打起精神来。如果再发现往仓库方向去的，马上汇报。是。你下去吧。李处长人呢？李处长不是去接应陈副处长了吗？我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顺利就好，焦老弟，你这份人情，我白汝桥一定会铭记在心，多谢了。来人呢？到。马上给我备车。是。师座，复兴社白主任到了。白汝桥，他来干什么？秦师长，我白某人亲自到访，秦师长不欢迎？哪里哪里，白主任，请坐。哪里哪里呀、啊？我是说，白主任平日里日理万机，今日亲自拜访，是不是有什么好的良策要献给我的？秦师长。看来这上次的事儿，秦师长您对我还是很有意见的。哪儿敢呢？您想想看，白主任剿匪有功，现在又是委员长身边的红人，我哪敢得罪您呢？秦师长，之前的事儿确实是由于我的疏忽，才让赤匪侥幸逃脱。这次。我白某人是亲自到访，专门来谢罪的。谢罪？对，不光是谢罪，还给秦师长您备下了一份厚礼。什么厚礼？聂九的小分队。聂九的小分队，白主任，虽然我秦某剿匪不利，但是。聂九的小分队，对于我来说，能是厚礼吗？这区区的小分队，当然入不了您秦师长的法眼。上次大勇行动失败，
确实是因为聂九等人从中阻挠，才让秦师长备受上峰的指责。您虽然大人有大量，但我白某人对此事还是耿耿于怀。现如今我已经设计将聂九小分队引入了渔阳城，到时候只要秦师长带人前往，轻轻松松便可瓮中捉鳖。哎呀，白主任能这么便宜我？到嘴的肥肉轻易的让我吃。秦师长，复兴社与中央军虽各成体系，但唇齿相依，同为党国效力嘛。我提供情报，你组织行动，本就应该如此。秦师长又何必客气？嗯，有道理。好了，我白某人还有公务在身。秦师长，你随时准备好人马，等候我的通知即可。告辞。好，白主任慢走。给我接，关岳峰。李处长，是陈副处长。走吧。等等，我现在还不能走，出事了。能不能车上去？是，海总。叫他，马上处理掉。快快快，开始。县玉，我们的女儿就要回家了，我终于找到她了。女儿长大了，长得跟你当年一模一样。既然能在有生之年找到女儿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。车上抬人，都是些什么人？属下探查到，他们应该是当地的黑老大。黑老大，我让你找到保安队的人到了没有？您放心，他们已经在另一头埋伏好了。好，这些共匪比较狡猾，你们要谨慎一点。我都跟他们交代过了，必然不会出岔子。我们不适合出面，所以这儿交给你了。知道，放心。窜出一些保安队的人，平日里那些保安没少得到您的好处，现在怎么？嗯，我会会他们。下去。哟，焦爷，咱们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
我们什么时候成了自己人呢？自古民爱官，官爱民嘛。这渔阳城还是属于我们地界，都是我的人。这个教爷，您平日里可能看不起我，可我是一番好意啊！啊，平日里您出去寻花问柳，我周麻子管不着。可是这光天白日的强抢民女，做我渔阳城的父母官，我不管不行啊！要不这老百姓不得戳我脊梁骨吗？您说是不是？啊？